主料，炒面一盘，辅料，圆白菜，火腿肠两根，鸡蛋一个，绿豆芽，胡萝卜半根，香葱，盐，油，备好料。炒面最好弄断一下，太长不好夹。锅里放油，油热放鸡蛋，炒碎，放入火腿肠、香葱，边炒，放入胡萝卜边炒，倒入圆白菜、绿豆芽，边炒，边炒一会，放入盐、花椒面，拌匀，放入一点豆瓣酱、酱油，拌匀，盛盘，撒上一点黑芝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